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来谈有关于风险的衡量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一般人比较常看重的是报酬。可是报酬，除非你是把金钱啊投资在银行做定存，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利息很低，所以我们一般人就时常会拨一部分的钱去做股票的投资。 啊，有的人甚至去做土地不动产投资，那在这当中呢，风险，它反映的就是它一定会有波动，啊，我们说，啊，这个，你就算要抓只己都要十八米，所以在这当中我们要说呢，啊，投资人除了在投资活动中，需注意所获得的报酬率，啊，高低之外。 其实还有隐含在投资标的中的风险。风险是什么呢？风险是指的一种无法预知的偶然风险，是指不利事件会发生的机会。那通常风险的大小跟报酬率的高低是成正比的，也就是说，你投入的那个啊投资的东西，它的报酬率比较高的时候，它的风险也比较大。 当然風，风险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。那我就想要赚更多啊，可是问题赚更多的同时，它有可能会跌的很多。我们就拿说呢，你若买那电子股，当然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，哎，你的股价涨得很快，可它说跌也跌的很大，哦，因为他们竞争也很激烈。所以在这当中呢，我们说，啊、哦，你要追求报酬高。 背后隐含的是高风险，所以你要去衡量、拿捏哦，怎么在获得比较高报酬之下，而风险当然还会适度增加，但是那是你能承受的。我们接下来啊，想要用图表来跟同学介绍有关于暴风险的高低，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。 这个股票 A 呢，它的报酬的分布图啊都是很趋近于它的平均的期望报酬。那股票 B 呢，啊它的实际的报酬跟它的平均的报酬都蛮分散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说呢，你如果投资股票 B，你获得的报酬有可能比期望报报酬平均报酬还高很多，也有可能啊少很多。那不像股票 A 呢，都很集中，很靠近。 不管比它多一点，也不会多太多；比它少也不会少太多。所以，我们说呢，像这种股票 A 呢，它的风险就比较小；那股票 B 呢，它的报酬比较分散，它的风险就比较大。所以我们根据这个，我们可以看出啊，因为股票 B 报酬的分散度比股票 A 来的大，所以它是风险比较大的。好，那我们呢，这是从我们图上，啊、哦。 我们可以似乎一个很概念，哎，还算很清楚。可是我们也许想更进一步了解，那我们如何来衡量，用一个具体的数量值来衡量它的风险大小呢？我们可以以以下的方法来看。一般衡量风险的方法主要有标准差和变异系数。什么叫标准差呢？啊，一般标准差越小，它激励分配越集中。 那股票的风险程度就越低。那我们接下来看它的计算过程。首先，你要先算出一起报酬率或期望值，也就我们刚,刚那个图的中间那个，那个呢叫 E(X)，它是等于啊这个历年的发生的几率啊乘上呢它各自产生的报酬 X。 然后把它加总起来，好。那第二个，计算每一个可能的结果以预期报酬率的差，把实际的报酬扣掉那个期望报酬，然后接着第三个，计算每一组差异的平方，把这个差异平方起来，乘上它发生的几率，我们就可以当它是变异数。最后再把变异数开根号，这个就称为标准差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用一个例子。 有关于华你跟宏基这两家公司，我们如何来衡量它的期望报酬跟它的一个风险的标准差？好，这边有一个例子，华你跟宏基明年的一期报酬率，它会根据未来经济景景气的情况而不同。我们这边有提到，未来如果环融的话，那基率有三十 percent 啊，那环球水泥。 它的报酬率可以达到二十 percent，宏基达到一百 percent，好。那如果未来景气是跟今年差不多，那这有四十 percent 的可能，那环球水泥在这种情况下，它可以获得十五 percent 的报酬，宏基可以获得十五 percent 的报酬，都一样。如果明年景气变差衰退了，那这可能有三十 percent 的几率，那环球水泥呢，它可以有十 percent 的报酬。 因为经济再差，那个水泥的东西可能是民生必需品，所以它呢不会影响太大。但对于宏基来讲呢，当经济不好，它的报酬率就降到负七十 percent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要求算它的预期报酬跟风险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，你对于环球水泥，它只有三十 percent。 啊，这环黄总乘上黄总之下，它的报酬率是二十 percent，再加上呢，四十 percent 属于正常的，它的报酬率是十五 percent，再加上三十 percent 未来会衰退，它的报酬率是 percent，这样算出来它是十五 percent。同样的，对于宏基呢，如果景气好，哦，它有一百 percent 的报酬；如果正常，它有十五 percent 的报酬；如果景气不好，它有负七十 percent 的报酬。 但这样加起来，它的起用报酬也是十五 percent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它怎么衡量它的标准差。好，这里面呢，我们第一栏是实际報,报酬，扣掉起用报酬，哦，那对于环球水泥，它景气环拢的话，它是二十 percent，扣掉起用报酬十五 percent，所以它的差是五 percent。 然后呢，它的平方就零点零零二五，然后把那个几率三十 percent 乘上，差异的平方它是零点零零七五。如果正常都是 z e percent z e percent 都是零，啊，所以它的几率乘以差异的平方也是零。衰退的话呢，那环球水失是十 percent，扣掉启用报酬数 percent，同样是负 percent，那差异的平方是零点零零二五乘以零点三，所以是零点零零七五。 所以全部加总，它的变异数平方就是零点零零一五，我们开根号，它就是三点八七 percent。当然，另外一个方法，啊，我想就是把用 e x 平方扣掉7万子的平方，这是另外一个算出变异数的公式。那我想这个呢，算出来结果一样。啊，那同样的，我们如果用在宏基呢，我们可以求得。 啊、嗯，宏基的标准差是六十五点八四 percent，所以你可以看见两家公司期望报酬一样都是五 percent，但是竟然宏基的标准差将近是环球水泥的啊，将、嗯、近呢快数倍以上。好，我们到这边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再继续。 好，那我们呢？谈完了透过标准差可以来衡量风险之外，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客观。哦，我们刚,刚提到说，哎，两个标准报酬都一样，可是一个风险比较大，一个风险比较小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变异系数，它是结合报酬跟风险合在一块的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，对于标准差跟一酬报酬不同的资产，我们通常使用变异系数来评估相对的风险。 那什么叫变异系数呢？是以标准差除以一起报酬所得的值，所以它分母是一起报酬，所以它可以来衡量啊每单位获得每单位报酬你相对要承受的风险。那当然，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来看，风险越小越好。好，那我们呢底下用一个例子，可以很清楚来看到，啊、哦，那两个方案哪一个以变异系数来讲，哪一个是比较啊值得？ 去选择的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，变异系数，它是等于标准差除以期望报酬率。那我们再换例二呢？甲方案一起报酬是十 percent，标准差是十 percent；乙方案呢，一起报酬五十 percent，标准差是十 percent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甲方案的变异系数。 是它的标准差十 percent 除以期望报酬十 percent，它是一，也就是说每获得一单位报酬，它要承受一单位的风险。那乙方案的变异系数呢？它是标准差十 percent，它的一期报酬是五十 percent，所以这样算出来它是零点二，表示为了每获得一单位的报酬，它只要承受零点二单位的风险。所以根据变异系数，我们应该选择风险比较小的乙方案。 那我们前面那个例子，啊，有关于环球水泥跟宏基，其实我们是以未来，你对未来的景气好坏你可以准确估计，那实际上呢，这个是复杂度蛮高的，所以呢，我们通常都会用过去的历史资料来作为衡量，啊，未来公司它可能的风险，那就是我们底下要谈的。 哦、何啊，如果去啊衡量风险，我们以上不论是以标准差或变异系数来衡量，主要是采主观的估计几率啊，分配风险以报酬。可是我们有较为客观的方式，也就利用过去的资料，以相似以主观的方法来衡量风险。那它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？首先，过去资料是可以得到的；第二个，需要有良好的理由。 来说明，希望未来的状况与过去相类似，也就是说，你用过去资料比较客观，可是它必须是有资料可循。第二个，必须是未来跟目前没有差很多，所以你根据过去的来做未来的估计是可以。如果现在，啊，你预期未来可能经济有大的萧条。 那你既然根据之前过去的是景气比较好的来做未来估计，你就知道你这结果会有很大的误差。好，那我们如果根据客观的过去资料来估计，那我们怎么来衡量呢？首先，对过去的平均报酬，好，那我们就用 K avg 一横表示过去平均报酬等于你使用 n 年每一年的报酬率是 K t，好，那因为 n 年加总。 报酬 n 年加总除以 n，那变异数呢是根据各年的平均报酬扣掉你这 n 年的平均报酬的平方除以应该是除以 n 就可以了。可是呢，因为往往我们使用的年度不是很长，一般要超过三十年。如果你没有超过三十年，一般我们分母要扣掉一、e,，这样才能达到不偏估计。这是统计上，啊，但是同学我想不用了解那个背后的原因，你只知道如果低于三十年。 一般要 n 减一，1, 否则用 n 就可以了。你算出变异数之后，你的标准差就是把变异数开根号。好，所以我想前面有提到，所以根据这种方法，我想同学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标准差怎么算出来。然后，相关报酬怎么算出来？我想如果用变异数，应该是两者兼顾会比较客观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谈。 投资组合理论，我们前面谈的，是你可以衡量个别股票它的风险、它的报酬。可是，基本上你可以发现，不是每个人都只单持有一种股票，他可能会持有多种股票，可能一部分是电子股，一部分是啊传统产业股。那有什么目的呢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投资组合理论。 什么叫投资组合理论呢？它常透长期透过持有一些股票，来促使风险较低，这就是所谓的投资组合观念。那投资组合理论主要是探讨投资者应如何安排其投资组合，使其在风险固定情形下呢，它的报酬提高，或是在报酬率固定的情形下呢，它的风险降低。那像这个可以透过多角化投资分散的。 风险叫做非系统风险，而无法透过多角化投资分散的风险，我们称为系统风险。这里面我解我解释一下，什么叫非系统风险？就是指那个事件的发生，造成公司报酬的变动，纯粹是只针对公司事件，啊，这个只对公司有影响的。好，那哪些是？ 不可以分散的风险，就是你没办法借由持有多种股票来分散呢。比如说大环境景气不好，大家需求都降低，好，那是随着整个大盘变动，那每个公司的报酬都会受到啊正面或负面影响。好，那个叫做不可分散的风险，我们它称作系统风险。好，那投资组合呢，基本上就是。 一种以上的证件或资产形成的组合，那一样我们要算出那投资组合的报酬呢？好，这边假设有 n 种证件的投资组合，那个别证件在投资组合所占的权重是 wi，所以我们整个投资组合的一起报酬率呢，就等于啊投资在各种第一种证件到第第 n, n 种证件上的期望报酬乘上它的权重。 比如你有一百万，那你每一种投资在十种股票，那可能有有的投资五万，那是二十分之一；20, 有的投资十五万，啊，那就二十分之三；有的投资十万，那就十分之一。好，那, 20, 那这 W one 是前 W I 是前重，哦，那 E R I 是相对于 I 股票的它的期望报酬。好，那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求算出它的投资组合的报酬。 好，那为了便于同学进一步对投资组合的风险有一个清楚的认识，我们这边呢，仅用一个由两项资产组成的组合 A 为例。那投资组合 A 的报酬呢，是等于投资在一跟二两种证券，根据它的权重乘上各自的报酬，所以它的一起报酬率呢，就等于啊，第一种股票权重乘上它期望报酬，再加上第二种股票的权重乘上它期望报酬。 所以它的变异数呢，啊、哦，根据啊、哦、它的两种投在两种股票的权重乘上报酬，那可以变成第一种权重的平方乘上它的变异数，再加上第二种股票的权重的平方乘上它的变异数，再次加上两倍的个别权重乘上它们的共变异数。好，那这里面呢，啊、哦，个别资产的一起报酬率。 啊、哦，是 E R one 跟 E R two，那个别变异数是啊，变异数 variance R one variance R two，那这边的共变异数 R one R two 是共变异数，啊、哦，它表示两个变数间呢，它的报酬有同向或异向变动程度的绝对指标。那往往呢，当两个的相关系数是正的或负的，那这样的话可能会使它的风险比较增加或是降低。 啊，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到这边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刚刚有谈到共变数，为了让同学知道，为什么当共变数，它两个变动方向是正的或负的，可能会使风险增加或降低。 那我们一样，这继续啊，假设有 A、B 两种证件，它的投资组合的相关系数，啊，是等于两个的报酬的相关性，其实是等于共变一数 i g m AB 表示刚刚的那个共变一数，除以各自的标准差，哦，这是它的定义。那我们这两种证件如何来消除风险呢？我们这边有举例，首先相关系数为一的投资组合，就 RIB 是一。 当两个是完全正相关的关系时，那无论投资者如何搭配这两种证件，其投资组合的风险均等于个别证件风险的加减平均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来看，如果 RAB 等于一，表示完全正相关，那你这边一、e、的话，你西格玛 AB 就等于西格玛 A 乘以西格玛 B。好，那我们两种股票的变异数，我们刚刚有列呢，就等于 W A 平方乘以西格玛 A 平方，再将 W B 平方的西格玛 B 平方。 再加上两倍的 WA、WB 的共变异数。那我们刚提到这个共变异数呢，能等于西格玛 A 西格玛 B。那同学会很清楚，这边好像就变成以前学过的 A 平方加 B 平方加二 AB，就能变成 A 加 B 的平方，就是 WA 西格玛 A 再加 WB 西格玛 B 的平方。啊，变异数是这个，所以你的标准差就是啊，投资在各。 啊，个别 A 跟 B 的权重乘上它的各自的标准差，所以可见呢，你的投资组合风险几乎只是个别这两种股票的权重乘上它的标准差。你没有把它分散掉，那这是因为它们两个是完全正相关造成的。同样的呢，啊、哦，我们我想，如果是两个是完全互相关的话呢，其实我们知道结果又怎样？ 那我们底下呢，分别用例子来看。这里面呢，投资组合，它是一半在 A 股票，一半在 B 股票。我们假设有五年，我们可以看到 A 股票的一级报酬率，它五 percent，负五 percent，B 也负五 percent。第二年负十，它也负十。几乎每年，如果它报酬是第五年五三十，B 的股票。 定额也是三十 percent，所以几乎两个变动一样，他们的平均报酬一样，他们的标准差也一样。如果你各自投资一半一半，这 A 股票 B 股票呢？我们看甚至于它的每一年的报酬率也都跟 A、B 一样，而且呢，最后它的标准差也一样，十二点七三。那这是因为两者股票是完全正相关所造成的。好，那我们。 看完了，刚刚是完全正相关，我们接下来看，好，我们这边可以看到，当完全为负相关的时候，那投资者呢可以结合这两种证件，形成一个无风险组合，怎么做到的呢？我们来看，哦，两当两者的相关系数是负一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它的共变异数等于负的啊 A 跟 B 股票的各自的标准差相乘。 所以，我们对于两种股票投资组合的变异数呢，是等于投资在 A 股票的啊权、呃、重的平方跟它的标变异数，再加上啊、呃、这个 B 股票权重的平方乘以它的变异数，啊、哦，然后呢再扣掉两倍的啊、呃、这个分别投资在 A、B 的啊权重乘上各自的标准差，那这个一样，这就是我们以前学过的 A 平方加 B 平方减二 AB，所以就变成。 啊，喔、这个 W H 公 A 啊减去 W V 公 B 的平方。那因为呢，我们要求算它的标准差，投资组合标准差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要确定这里面这一项是正的，所以我们还是给它带一个绝对值，因为标准差不可能是负的。那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如果刚刚 A 跟 B 的股票，它们都是标准差一样，权重又一样，就可能到造成一个无风险的组合。啊、喔，那我们待会就可以。 啊，透过这个例例子呢，啊、哦，我们可以来看，在这个呢，就是啊，你把资金一半投资在 A 股票，另外一半投在 B 股票。那我们看，在这五年度当中呢，A 呢股票它是负的报酬，B 股票就正的，啊、哦，然后到了第五年呢，A 股票是正的三十 percent，B 股票变成负十，所以他们似乎呢完全是反向。 走势好，那他们的平均报酬都是五年下来都是十 percent，啊，甚至于他们标准差也是一样啊，只是他们的啊一个高报酬一个就是低报酬，那我们看他的每一个按照一半一半的投资组合，在个人情况都是十 percent，但是由于他们两个是正反相反这走势，所以呢，我们看他的标准差竟然是零 percent。 这是因为他们是完全互相关，啊，所造成的，所以我们确实可以看见两种股票，当它完全互相关的时候，我们确实可以做适当的加权，而使它呢完全变成没有风险。好，那我想这个是啊，这个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来。那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就是说，实物上可能很少是完全正相关，或是完全互相关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？ 啊，我们接下来的例子再告诉我们，如果是介意啊，可能介意，不是正一，但是是零点多，或是也不是负一，是负零点多，那结果会怎样？它多少会使整个投资者风险啊降低？好，那我们来看接下来的，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一样是投资 A 股票啊，五十 percent 资金，五十 percent 资金在 B 股票。 那这里面呢，资产 A 跟资产 B，这是他们五年下来各自的一个投资报酬率。我们看到他们的平均报酬都十 percent，标准差呢也都十六点九六。但这当中呢，他们的相关系数 A 跟 B one 呢是零点四六，A 跟 B two 呢啊、哦、是负零点六三。好，那当 A 跟 B one 这种组合之下呢，零点四六是正相关，但不是完全正相关之下，我们可以看到呢。 它的组合一就是 A 跟 B one，它的标准差十四点四七会比原来各自的少一点。那组合二呢是资产 A 跟 B two，因为它们的是互相关，所以他们会啊、呃、使这个标准差呢啊、呃、降到比原来的一半而已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确实互相关是可以使整个投资组合风险大为降低。好，那接下来。 我们刚提到说高风险高报酬，低风险低报酬，那实际上在台湾的情况是怎么样呢？是不是各种投资商品的工具真的是这样？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，这里面有劣势呢。我们从民国八一年到九一年，关于股票或一年起定定存，十年起政府公债跟通货膨胀率，但是我们花姐呢，刚好在这个啊。哦 十一年期间，股票平均报酬才五点三四，但它的标准差很高，三十六点五七 percent。一年定存呢，它的标准差很低啊、哦，平均报酬呢五点六，6, 还比股票高。那同同学可能会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定存不是没有风险，股票应该高风险、應高报酬啊？因为这里面也出现一个民国，啊、哦，这个八十九年，啊、哦，它一个报酬啊、哦，这个。 很大负的四十三，啊，所以在这当中呢，会导致它的影响，它的报酬不是很高啊，特别九一年也负的1九，啊，那甚至于八四年也负二十七，啊，那原则上我们都是要比较长的年度，啊。那十年期政府公债呢，期间夜场一般报酬也会比较高一点，但是我们这边好像比一年定定期还小，啊，但标准差比较高，啊，好，所以我们这边。 对我们，就台湾来讲，从民国八十一年到九十一年，似乎好像没办法反映我们所说的高风险应该是高报酬。但是我们进一步来看，接下来美国有一个统计资料，在啊、e、Eibsen 协会在一九九七年他出版的一个报告，那是根据美国在一九二六到一九九六将近有七十年的时间。 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在这里面，它的小公司股票报酬最高，标准差也最高。然后呢，美国国务券平均报才三点八，但它标准差也最低。所以这边可以看出来，哦，确实高风险高报酬，低风险低报酬。然后我们接着最后来看啊、哦，这个他们的报酬率跟风险间的关系，也就是说高报酬是反映，哦，因为风险高所以要额外的溢酬，哦。 所以这边以美国国务券的报酬率当中五红险利率来看，相对美国国务券而言，其他证券所需提供较高的报酬，它是用来补偿，因为它承高较高的风险的风险溢酬。所以小公司股票呢，承担的风险溢酬最高是三点九 percent，啊，然后接下来大公司八点九，长期公司在二点二，然后政府公债一点六，最后中期的政府公债是一点六 percent，所以。 我们在这一讲谈到的风险，其实风险是因为啊大家想要获得比较高的报酬，所以有风险啊。所以，我们啊这是这一讲它一个主要目的，要注意啊高风险高报酬，低报酬低风险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讲到这边，谢谢各位同学，下次再见。